如果声音有记忆的话，那这会是我们最美好的回忆。我喜欢你，无论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拉开天窗，沐浴阳光，仿佛你在身旁，在屋顶读着诗，胡思乱想，好想把所有委屈对你讲，这样不会受伤。现实在说谎，我依然守护阳光，而全身似海的光芒，来不及幻想。来到二次元咖啡店，杀人的真相就在这杯拿铁中。大雄真是没用的笨蛋，这杯咖啡拿去保命吧。为了正义与荣耀，为了理想与和平，我代表太阳，请你喝咖啡。咖啡交给你，剩下的就交给我吧。在咖啡的世界翱翔，做自己的航海之王。你的面前只剩下一条路了，那就快乐的前进吧。动漫加号服务就在次元咖啡，成为我的伙伴，和我一起征战二次元世界吧。小天，咱们店这宣传片也太酷了吧。酷什么酷啊，就你自己在那儿臭美吗？你好，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？来一杯蓝胖子厚乳拿铁。好，现在如果你加1块钱呢，可以享受到我们店里的动漫人物叫号服务，这1块钱将会捐给幸福里盲人学校的孩子们。你看你需要吗？好呀，谢谢啊。兄弟，喝了这杯厚乳拿铁，就再也不怕被隔壁小孩揍了。哇，姐姐你好棒啊！谢谢。哎，你也是麦大的粉丝吗？对啊，你也是啊。是啊是啊，我刚入坑。有品位啊！没想到麦大隐退那么多年，你还能粉上他，足见麦大的影响力啊。回音班今天下午开始招生。什么班？配音班。最近你比较忙，我安排好了。林楠，谁让你弄配音班的？小天，快帮我顶一下，我去面试了啊。你不是骑车走吗？哎呀，来不及了，打车走。风铃不会要你的。要你管。喂，小鱼啊，让你配的防诈骗小知识短片怎么样了？啊，没问题，我记着呢。张阿姨，我现在在车上，我回头找到地方就给你录啊。哎，干嘛呢？哎，你好，我是来风铃配音班面试的。配音班？嗯，谢谢你啊。喂，张阿姨。
我马上，我马上。就这吧。嗨，如果你体魄强健，身材健硕，那你就是我要找的如意郎君。本人呢，诚心招优秀男士，重金求爱。只要我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啊，我愿意立马就转给你60万。嗯，60。谁？衣服还没换好吗？马上开始了。公司里边混进来个女骗子，让保安去查查。女骗子长什么样看清楚了吗？长什么样都没看见，但是声音我记得。啊，你们准备一下，一分钟后开始。你倒是三师兄，我在蜀中看到了你的剑，可追过去的时候你却已经走了。我料想，要真是你，必然会回来的。三师兄，我在蜀中看到了你的剑。本人呢，诚心招优秀男士，重金求爱。只要我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啊，必然会回来。三师兄，我在蜀中看到了你的剑，可追出去的时候，你却已经走了。停一下。左边第二个女孩于露西，你出来一下。老师你好。你好，跟我来。你被淘汰了。啊，老师为什么？什么原因你自己不清楚？啊！林总，你等一下！林总，听我解释！林总，诚心招优秀，请不要再跟着我，谢谢你。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的，林总，林总，林总，你听我解释，林总，林总。你听，防诈骗小，我真的不是骗子，你误会我了。很美好，入坑需谨慎。如果接到这样的电话，千万不要相信哦。我知道了。还有别的衣服吗？落在后场去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这是我离配音最近的一次，我不想放弃。来不及了，人我们已经招满了，我回去给你取衣服。三师兄，
我在蜀中看到了你的剑，可追出去的时候，我让你开始配了吗？你却已经走了。我料想，要真是你，必然会回来的。气息不足。三师兄，我在蜀中看到了你的剑。总音。你的剑。可是追出去的时候，你却已经走了。注意节奏。我料想，要真是你，必然会回来的。为什么喜欢配音？我想把自己最好的声音留在国漫里。还有呢？嗯，就喜欢呗，没了。一会儿去哪儿？我送你。林总，我还有机会吗？姐姐姐姐，你喜欢喝咖啡吗？我们幼稚园都很喜欢的哦。喂，大圣，喝完这杯美式再去大闹天宫吧。请慢用。喂，周娜，是我。我需要增加一个配音班的名额。不行，人已经招满了。招满了？那公司还有什么其他的职位空缺吗？麦大，麦大，你再不出现，我就要把你超越了。我原以为，只要你在我的青春里，我就永远不用长大。宁愿为魔，杀戮三界，一去不回的玲珑塔，一言不合的情景。今日众弟子听令，全都送去冥府见鬼！你个蠢货，你从来没有拖我们后腿。只要你相信我，剩下的球我来追，剩下的比分我来填。剩下的一切交给我。前面见到你，候鸟迁徙，凤凰花凋零，你的头发变长又变短，兄弟们，如同我爱你的日子。我们摧毁的不是防御塔，而是禁锢我们全队的羁绊。喂，张导。配音班的事情，张总很生气，坚持要用流量演员。我们不是已经同意要用飞大了吗？是，但我们不是双男主吗？那麦大呢？绝无可能。